博在2020年与空姐女友 Luna 宣布结婚消息后，一直被外界谣传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女儿。不过潘玮柏没有证实女儿的存在，夫妻俩婚后的生活也一直都很低调。然而近日他们却被一家婚摄公司爆料即将补办婚礼。该公司透过社群发文晒出两人的照片，并在文中表示夫妻俩将在12月2日在巴厘岛补办婚礼。他们的婚礼为了保密，事前需要清场，其他要订相同场地的新人也只能改选其他地点或日期，因此才导致消息被外传。听闻一出，网友纷纷表示超好奇潘玮柏在12月9日会到深圳举办演唱会，真的有时间办婚礼吗？更好奇他们的女儿到底会不会出席啊。